天犬舍来了一位小姐姐，想要挑选一只可以装在包包里的狗狗。到了犬舍后，小姐姐都惊呆了，一个个的也太可爱了吧。哎，这个是小博美吗？是的。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哎，在跟你打玩呢，在跟你打招呼呢。呀，好可爱！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也是博美哈、啊？对，花色博美。怎么这么丑啊？不丑吧？好好看，这个里边那个可爱一点，里边那个是白色的，哎，看不到了，躲猫猫了。哎，这个是灰色泰迪吗？对，灰色菲尔泰迪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品种？小比熊。比熊，这个不掉毛是吧？对，不掉毛。这只是利尔的，这只是鹿儿的，好萌萌呀，那个。这个呢？这是小金戒。哎，这种的好看哎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刚更新的。哎，我拿出来看一下那个呗。可以的。哎呀，天哪，这种好可爱呀！哎呀，天哪，这么可爱呀！哎呀，还给你亲亲呢。哎呀，真可爱。哎，这两个小比熊好像也蛮可爱的。是的。拿出来看一下吧。可以的。啊，这两个我都好喜欢呀。是吧？嗯，都好可爱这个。要不两只你都带走吧。嗯，目前一起实力还不太允许。是吧？我把他们两个拿出来放下跑一下吧，我看一下他俩状态。可以的。嗯。天哪，这俩都好活泼呀！是的，尤其是这只小金戒一直粘着你，你看没？哎呀，这哎，哎，这个好可爱呀！真的，小跟屁虫一样，这个。对，这只和你有缘。哎呀，我太喜欢它呀！我要它吧。可以的。好好看呀！对，这只特别漂亮，眼睛特别大。嗯，美女，给你拿个笼子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给他准备了包包，给他放包包里就行了。放到包包里刚刚好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玩具小熊呢。走了，美女，好，再见。